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四学的反贼一个优势就是跟学院有一个配合，有一个更好的配合。小内不错，小内替孙权吃伤害了，你知道吗？选貂蝉怎么样？来，我美丽的貂蝉组，待会儿说啊，别给我选陆逊中啊。主公，别开枪，自己人。收那个谁，收那个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说孙权没有收掉那个典韦比较蛋疼。完了，你妹一个死鲁大师，坑爹，你妈鲁大师。好，内奸反贼。哎呀，这个界限周瑜是什么脆了吧唧的啊。来重铸，给我个装备吧，给我个装备吧。这脆了吧唧的谁敢离间他。来，他俩，杀！一个花色留一张吧。我不帮内卖，不帮内卖，帮内卖干什么呀？你打掉反贼的血才是重要的。也许钟会不是内。这么看，应该是内，他不杀福皇后。无中生有。福皇后是啥呀？哎，福皇后是忠臣啊，他扔南蛮，扔南蛮啊！福皇后是忠臣啊。不好意思，刚才砍了。我杀。你这都不如决斗曹丕。他杀福王后干什么？福王后扔南蛮入侵，明显跳钟。哎呦我擦，你可别，这福王后打得好好奇葩呀。不，扔南蛮是忠臣，反贼就开南蛮了，曹丕不就翻我了吗？乐不思蜀。你看啊，他是反，荀彧是忠臣。你妈，我要福王后忠，我擦。百战之身，奋勇去前。忠臣，他选福王后当内的人得多奇葩呀。那他三个桃子啊，他不拼点。杀。咦，这周泰是忠臣啊。秉忠贞之志。周泰是忠臣啊，我操！这是真的吗？你别这样呗，可以驱虎了。嘘，隔墙有耳。我就这游戏简直没法玩。为什么给他送技能驱虎呢？
不是。咱们把这两个扔了，失礼了。哎，为什么送虚虎啊？贼逞凶，顷刻灭之。闪！钟会室内，周台真的是忠臣。喂，你定是沈宁，你不要，你别落井下石了！我不点虞姬，这游戏简直不能玩啊！你看哈。其实可以不反剑，有闪为什么要反剑呢？这你妈气死我了，我待会儿我马上就点一进啊。不是符号后是内奸啊，真的符号后可能真的是内奸。他中，不是你这周太中，你看啊，福王后说周太中弱，他不想他自己弱不弱吗？我操！没啥，他有桃子，他应该是有两个桃子的，他不拼就是因为有桃子。关键送荀彧驱虎太坑啊，就是选将白板啊。你拆他干什么？你拆他不如去拆那斧头。愿赴此去。你就不动白是什么？不要动他，你不要拆周泰，周泰马上就动，你送他两张牌做什么？福王后希望周泰杀他吧，希望周泰杀他，杀他之后他去求援别人。然后我还得出招救我家福王后，我操！你看啊，你就优先打的是谁？优先打的人是陈宫，而不是界限周瑜。就他，我操！这游戏简直没法玩，救他！等他给我拼上荀彧，你妹呀！我操！那没有两张牌了，拼拼拼拼拼拼，那你拼输了，完了，我都没有闪，死定了！哎呀，死定了！带杀，他有九杀，死了死了！你妹呀！扔个南蛮入侵吧，死定了！这还不如陆逊中呢，陆逊我还能离间他，他还能连赢出个杀，两个桃是俩桃子。关键我被乐两轮啊，就是你看啊，首先吧，就是一个是宋虚虎这个问题，还有就是他应该求援成功。哎呦我操，过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嗯，是狮子，把狮子录了。你哪还有无懈？谁都无懈？钟会的呀。嗯，肯定要回血。我觉得收不掉，外边是有桃子的，反正一个桃没出过，试试啊。来杀他。逆贼逞凶，出错了，应该先杀，杀完了以后再离间。
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桃子出不来，桃子是出不来的。他可以第一次杀他，他球员就可以，他就可以把那个无懈给了。就这样吧，来，李月山，哎呦，我闪，这，就是我们应该先杀成功，没有办法了，应该先杀成功，真的。这为什么要救啊？这救个屁呀、啊！你妹的，傻吗？你看他能不能拼住成功了？啊，玄玉怕拼点，他怕拼点吧？不，怕拼点。但你想，你裸奔不更坑吗？隔墙有耳，拼赢了一次。拆斧头，随便拆。你妈呀！你这，哎，我怎么就摸不到闪呢？关键这咒太坑了。你看啊，就算我活下来，那钟会早晚要开始揍咒太的，我还是可以被人偷掉的。只要反贼有两个以上的人，我就可能被偷掉。哎呀，无法忍了，连张杀都出不起。哎呀哎呀，顺我，他顺什么？他断杀了啊！无懈可击。你这不如驱虎曹丕啊！驱虎曹丕输了不自己啊！陆章杀，完了完了，秀才救我，快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是个什么呢？杀了福王后，然后忠臣嘎嘣死了。切身做主哦！如今之计，唯有退守，再做决断。雷杀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胜是什么。军之旧谋，守亲退之主。失礼了。过河拆桥。无懈可击。但是你看，收不掉玄玉的话，可能会死于驱虎吧，都难打。福王后也没有大点儿了，钟会也不敢杀福王后啊，他在等着福王后拼一次啊，对不？你最后一张牌很宝贵的。诚惶诚恐，夜不能眠。你让福王后再拼一次。人心散了，对我爱。不，谁知道你剩了啥？雷杀！九杀试试吧。杀！补出闪的概率真不是很大，他可能剩一个九，剩了也不是九，剩个什么玩意儿不去驱虎呢？主公要臣死。哎呦我擦，送一把牌。
哎，你闷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，拼不住曹丕，曹丕七张牌怎么拼？还是要死。哎，有桃啊！我现在特需要闪，我特别特别需要闪。钟会内啊，嗯，钟会内应该不太好赢吧？哎，重组找桃子，穷死了，怎么这么穷？我没有桃子，我不能赌那个桃子啊！也许曹丕有个桃呢，他可以救成功，但是他捞不起来九杀的荀彧。不铁锁成功，不铁锁成功。请出旧路。我的是我的。六个 K。还是我的。失礼了。你知道吗？木马还可以骗一张过差呢。挂着，不，你看啊，这局啊，钟会内特有希望赢，就剩曹丕一个反了。哎，我不坑内啊，想想啊，他还不敢求援曹丕，求援周泰，周泰给你闪，找周泰，找周泰，救救大汉江山吧。嗯，我曾经单挑过钟会内啊，我单挑过，然后我单挑过一次钟会内输了，单挑过一次钟会内赢了，拼不过他，他有的是 K。那你就杀福王后呗，反正福王后是根本不敢那个求援曹丕的，他杀曹丕我就被翻面，曹丕只要留足够的杀，也许就是很可能把我偷掉。扔，赶紧扔！你看我就没有闪，他只要别断杀，每回合杀我一刀。哎，为什么不先过差呢？百战之神，奋勇去前。那个钟会啊，他需要杀福王后，其实不是很蛋疼，他需要杀周泰。你不早晚要杀吗？周泰谁知道他不虚几张啊？哎呀，我操！你别这样啊！钟会终于在我死之后开始卖血了。我记下。这个界限突破的这个周瑜选将不是很好。你那个貂蝉局吧，你选这种脆皮没事儿，但是你死前得贡献啊！别撕票，哎，别闪电呐！哎妈呀，别闪电啊！闪电，可毁了！来，闪电把他俩连上来。鲁大师自招皮。不能打字，别说断杀。我有个蛋的山啊，杀呀！内杀中呢，你冰凉寸断弱爆了，冰凉寸断。别动！死了，拼杀都拼不过。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我断杀，我真是没有杀，我刚刚没有闪，我现在没有杀。陛下为何不救？先让你得意几天。
别劈我就完了，给我打无懈。这点伤，九太，黑弱爆了，这简直了，无法看。我也挂闪电啊！我要挂闪电啊！咱们怎么打中会呢？闪电没有了。来吃桃儿。失礼了。姑娘，你真是条汉子。现在是断杀了。早年没闪，晚后期没杀，这就是绝症啊。早年别人二杀的时候没有闪，我操！鲁大师可招批了，鲁大师、秀才，我们仨都是招批的。来来来，劈闪电啊！你看他断杀了，杀我我就闪。快，古丁当九杀他！周太，你续报了没？看老娘啊，老娘摸了古丁刀也够不到他，没有就过呀，拿牌过呀，别动他。哎呀，别火攻了，来，过，等闪电带我躺赢。这咋睡不着呢？这你妹呀！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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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exy 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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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nly 咪咪，这顺什么呢？也无法忍耐了，来，先过，闭月啊！狮子，待会儿我挂狮子。我操！我拿什么压？第一没距离，第二没有杀，第三人家八卦加一码。完了！顺手牵引。这个歌就叫咪咪咪咪。完了 ！No！ 上人王了！我操！这帮弱逼！哎呀妈呀！别劈我！没事，劈我死不了，钟会救我的，要不然他也输。劈钟会！劈曹丕！别动！别杀曹丕！过！姐挂狮子给你看，看看啊、哦，咱们把曹丕的老刀撸过来，来，给姐刀，来！狮子教你做人，顺什么呢？顺什么呢？这个顺手牵羊真是蛋疼。把剑一顺了，来。顺手牵羊。神装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失礼了。准备跟钟会单挑啊！劈曹丕！乐不思蜀，不顺手牌。我记下。啊！那个，咱们先把简易顺过来，顺过来简易吧。然后，因为我断杀，我不可能九那个丈八拍把杀闪都拍出去啊。这状态，行，现在是卖比较好。卖比较好，卖可以多拿一张牌，应该卖的。哎，别劈我！擦，古定来了，但是人王盾哈，打他来。夫君，
定要替妾身做主。杀！先让你得意几天。吃桃吧。失礼了。咱们有闪电，等闪电劈草皮。你不能放木马，木马会被拆的。他拆狮子啊！我擦，你妹呀！我记下。居然拆我狮子，乐他都不用。爽！来，钟会救，钟会救不救？救我！怎么还有个闪电？啊啊啊啊！哎，周泰身上怎么还有个闪电呢？他应该有酒吧？应该有桃子救自己吧？对啊。先让你得意几天。哎，不，怎么还有闪电？哎，怎么还有个闪电啊？先让你得意几天。别劈我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你看花色全，黑桃、方片、红桃，对吧？花色是妥妥的。我花色是全的，我火攻一火攻，别杀了！流沙离剑呐！哎哎嘿嘿，哎呀，爽！火攻赢了。你妈这周太。以后别选周泰给我那什么了啊，别选周泰给我当中了啊，决斗啊什么都有，各种花色什么都有，赢了。这盘要发，这都能赢。哎呦，三国杀真是有意思啊，这么坑都能赢，我都笑到桌子底下去了。不是，这都能赢，一血大翻盘，我操。